所以有人会怕我吗？不管你怎么样的乱。这个回答太突然了。干嘛？你感动了？没有。龙龙，准备好了吗？先来段绕口令开场。哎，我要先跟你讲一下那个怪，是不是？要先不用啊？不用，这次下半很吃操作哦。可是我想了一个不用，比较没那么吃操作的队伍给你。好啊，如果你失败的话，要练绕口令。不好，不好。为什么有绕口令这个环节？有啊，上次我们说的你的惩罚，要惩罚你才会认真啊。我没有惩罚，我也很认真。不行，我们还是要处罚。大家都想看啊，龙龙如果失败的话，大家就一起，你们在电脑萤幕前面跟他一起念。我们才不会念，我才不信嘞。嘉明如果在上面的话呢，给嘉明一个直商队，然后下面呢，我们要放新角色闲云，我们要跳八重绳子，你就用三只好了。啊，不行。三只就够了，而且你又来不及切角，你又来不及切角色。那我想要那个下班再开个那个龙王可以吗？不行啊，龙王直接一个人。如果你要选龙王，就一个人这样子，看你要三个人还是一个人。这三个就已经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只不喜欢没有带，不喜欢没有带满，那你随便带一个啊，随便带一个这个啊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你只要开这三只就好啦。我再看一下角色池可以吗？哎呀，你就这三只就好了啦。我要真的啦，这三只就好了啦。你上次那个雷电将军加八重，那个都是八重在打的，你这只都没人用。哎，你给他出场一下。可是他就只能在旁边光杖啊。光杖没有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让你开一下的技能。好吧，等一下这个嘉明呢，他的输出方式，你按一，然后你要去撞到敌人，滚过去，他撞到敌人的时候，他就会跳起来，然后跳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按左键，他就会下落攻击，然后 Q 再继续一直跳，一直跳 A 跳 A 跳 A 跳跳 A 跳 A 跳 A 跳，好来，钟离先 Q 一，就是 Q 一啊，长一，把你的 Q， 把你的 Q， 快，然后嘉明 Q， 嘉明 Q， 然后一跳上去。下来按 A， 对，再继续。你看到那个右下角的那个狮子头可以按了，你就继续一直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嗯，好，你先习惯一下，这个就是给你先试用一下。等一下就是钟离 Q， 不是长一，钟离 Q 完就会有护盾了。然后你再一短一一个柱子，算了，班尼特 Q 一好了，你不要那么复杂。班尼特 Q 一，然后万叶 Q 一。然后嘉明就是你观察右下角会有那个狮子头嘛，冷却时间到了，你就可以继续站一，然后再普攻一普攻，它就是下落攻击就是这样一直撞。嘉明 Q， 然后继续等那个小狮子，看那个右下角是不是冷却时间到了，好，继续，你要按一啊，对，继续撞，好，狮子又回来了，好，再撞。然后继续重来，钟离 Q 去敌人那里，去敌人那里 Q， 然后把你上 Q 一，万叶 Q 长一，嘉明 Q， 然后一，再来，等那个小狮子，好来了，小狮子好了，继续，好，小狮子又回来了，钟离可以 Q 了，他们要死了，啊，你没打到那个，戳，继续戳，他快死了，好，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这个好像还行耶。什么还行？什么意思？简单吗？没有很难。好不好玩？嘉明的味道。这一关的敌人他会跑来跑去的，所以你就是要看准他的位置，他会跑到地底下。八重三个一之后呢，弗利娜一 Q 之后，亚罗一 Q 之后，闲云一，然后 A 下落攻击，然后 Q 完之后，八重绳子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用跳的再下落攻击，你这个是八重绳子要当主 C 哦，你就是要跳起来，然后下落去踩敌人，用你的那个超厚的木屐去踩那一只蛇。不要在那边看人家内裤，上课我们在认真听，还在看人家内裤。然后八重跳下来踩，没踩到，去踩，你都没有踩到。好，再三一，他快死了，八重太强了啦，就跟你说。哇，就跟你说三只就好了。
加明 Q， 然后一继续一，然后下落一下落，就是一直这样子，快死了，再来，哇！然后这边一样，啊，我可以飞好高。弗利娜，弗利娜 Q， 快快快，弗利娜 Q， 快点，快点，弗利娜 Q， 咸鱼 EQ， 咸鱼 EA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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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， 不是你，你还没有叫你切角，不行，你这个打太丑了，你重来。你这个打太丑了啦，八重太强了啦，过了，宝宝还有最后一个，可是最后一个的话，八重可能就不用跳了。哦，很会喽，龙龙比较喜欢，龙龙比较习惯加明的味道。再来呢，这只怪它会飞，八重三一玩，换弗利娜 EQ， 弗利娜 EQ 玩换亚罗 EQ， 亚罗 EQ 闲云一。下落开大，然后就一直一一一，然后左键一一一，左键一一一，左键一一一，左键持续八次，简不简单？简单，再一次。好，弗利娜 ，EQ 没有的话去普攻他，普攻他，普攻到你的大招好。不要飞下来。弗利娜大好了，然后亚罗 EQ， 亚罗 EQ， 然后八重三一，然后咸鱼一一一去左键，飞高点去揍他，对对对，然后再一一左键 ，Q 好了，开开开开，然后一一一。就一直一一揍他，一一揍他，就这样子持续到最后，再一一揍他，再一一揍他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哇！是不是无脑？够无脑了吧？耶！太简单了。可是你第二层打好丑，你的八重没有踩到，没有绕口令了。耶！下礼拜还有，这个就是看你哪次失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你刚刚八重吃到 buff 的话，会是什么可怕的样子呢？嗯，有没有十一万？有没有看到？是有闲云他才得给你。对。踩他，踩他，踩他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吃到 buff 就是这样子，你可以把它踩死。最后就是，管它会不会飞，你会飞，我也会飞。你知道我有飞机吗？啊，太远了。太可怕了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龙龙挑战成功，太无脑了。笑成这样，你这个笑声真是。那我们就是等下就来帮打了，龙龙要一起帮打吗？我在旁边帮你们加油。龙龙想玩帕鲁啦，他没有这么服务的啦。我这个热心主播才会想帮你们帮打啦。昨天说要等龙龙在的时候才能说的，说什么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。工作上面合作多了，龙龙怕我。龙龙，你有怕我吗？昨天你要跟我说这个，我是跟他们说，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些工作上的配合，我觉得在找适合的合作对象，很像在找对象。然后那个合作对象如果不适合的话，要跟他终止合作关系，很像在讲分手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有人说跟朋友一起工作的话会不好啊什么的。因为工作上跟直播上不一样嘛，工作上会有一些要求的东西，所以龙龙会看到我工作的样子，所以龙龙会怕我吗？不管你什么样，我都爱你。这个回答太突然了。干嘛？你感动了？六。